兄弟们，这个是我花很长时间准备的那个骑行装备啊，基本上全部到齐了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几天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箱子，就是放到自行车后面的，然后这个绑在上面的，这里面可以装东西，就把这些装备给它搞里头，然后睡袋的话，给它打在上面，是吧？然后两个充电宝，一个20000毫安的，一个6000毫安的。内胎两个，气枪，这个一个，卡式炉这个煤气罐两个，这个一个。然后这个就是自行车的修自行车的螺丝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看看。就是帐篷的那个绑的绳子系紧了，然后锅，这是做饭的锅，这是炒菜的，这个是户外的灯了，可以挂在上面，三档，这个灯还不错，70-80块钱买的，可以连续开两天啊，只要充满电的话，一整辆可以开两天。然后这个防潮垫，就是防潮垫。然后这个是太阳能板，就是有太阳的时候，是吧？用这个就不用去住宿了。这个是砧板，切菜的菜刀，还有一个小刀啊。然后这个是帐篷啊，帐篷。这个的话，睡袋啊。这个你猜是什么？相机啊，运动相机，大疆的，昨天买的。你猜这个多少钱？这个2100块钱。我上次那个不是摔坏了吗？是吧？然后花巨资买的，心疼死了。是吧？你好不容易存了一点钱，全部买装备了。你知道这堆装备，然后这样，再加这个，再加上自行车多少钱？差不多5000多，真的5000多。为什么会买这个相机呢？因为很方便的，我就喜欢它这个功能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它有这个磁吸挂扣，挂到脖子上面。然后再把相机这样子看好，这是相机啊，就是拍第一人称的，就是你拍别人的时候就不会那么尴尬了，你不好意思拍别人，就比如这么，是吧？你拿着个手机去拍别人。哎呀，大家好呀，我是粉丝哥啊，怎么样？感觉很突兀啊，所以说买这个相机不是很好，但是主要是太小了，你看随便挂在胸口。那么有的兄弟就问了啊，你花5000块钱买这么多装备，什么时候去骑行？就最近吧，反正这次不成功得成仁吧，投资那么多钱，是吧？把自己的存款全部投资骑行去了。今天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转中雨，好，给你们看看，天天下雨。昨天雷阵雨，今天雷阵雨，明天雷阵雨，后天雷阵雨，明雷阵雨，雷阵雨，雷阵雨，14号小雨，15号，14号、15号可以出发了，兄弟们。到时候我也在想，这个房子要不要退的？其实我蛮想退的，因为这里时间住来长了，真的这个房子住腻了，房租倒是便宜，最近附近消费也便宜的，但是退了的话意味着失去很多东西啊，比如说电风扇、电饭煲、电磁炉、行李箱，
都要带走，但是我是去骑行，这些装备放哪里啊？或者给他扔了，但是扔了又太可惜了，他扔也不是，不扔也不是啊，还有200块钱的押金啊，240块钱，我就在纠结这个事情，到底是退呢，还是怎么样的，还是怎么样的？还没吃饭呢，兄弟们，咱出去找点吃的吧，12点半了。走走，早点吃再去，扛不住了呀。走了啊，兄弟们，出门了，出门找点吃的。地上还是那么脏啊，天天扫，天天扫，搞不清楚，这里又搞了点垃圾。走走。这个天昏昏沉沉的呀，看起来又得下雨了哟。你们，哎，来广州就是吃不完的猪脚饭啊，沙县大酒店啊，每天都不知道吃什么吃什么吃什么，烦死了。哎，纠结半天还是搞碗饺子或者搞碗粥吃上一次吧，兄弟们。该说不说的，非常喜欢广州这个城中村的这个气氛，真的太热闹了。就是这个放在古时候的话，就是可能说烂名气啊。老哥，一米猪肉饺吗？啊？一米猪肉饺。一米猪肉饺。啊，猪的。然后他这个饺子怎么是水的呀？叫他给我做15的，他给我搞了个12块钱的，我也是服了。搞起搞起，兄弟们啊，开搞！满分10分的话，我给个7.5分。那个银燕给我一包吗？啊，该说不说的，每一家就是比其他的地方卖的贵啊。这一单的话，起码亏1块钱啊，兄弟。然后咱们去拿几个快递吧，拿完就回家了。现在已经下雨了。啊，6878的，好几个。好的。你现在注意在做啥？自由职业。啊？自由职业。一直不好做啊。感觉没钱赚了，还累死你。太累了，太忙了，事情太多了。谢汉钱啊，拿了这么多快递，我靠，而且下大雨了，这也忒倒霉了吧。先不管了，拿一个快递顶在头上走吧。好惨啊，兄弟们！我妈都湿了，还没到家呢。越下越大了，哎，全湿了，全湿了。然后给你们拆拆快递吧。
一共拿了这么多，都是粉丝给我寄的，就是一个大哥直接给我寄的。看这个是什么？牛黄皂，香皂，哈哈，给我买那么多香皂干什么？哥，这个导演是死扣了。这是土豆片。啊？戴头上的风扇，我靠！这个呢？雨衣啊，我靠，大哥有心啊，知道下雨给我搞雨衣呢。这个牙圈，这个呢？什么玩意儿？辣条？什么辣条？一根辣条吗？好油啊！一根辣条啊，兄弟！还有一个很大的箱子啊，这个。哇哥，你是要我命啊哥。我给我买一大堆箱子啊哥。不过还是非常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对我的支持。该说不说的，真的有点惊到我了，给我搞那么多纸，我是服了。老六啊。本来身体都扛不住了，搞一大箱子，主要是没有用武之地啊，知道吧？马上去骑行了，你给我拿那么大箱子干什么？负重啊！难道在路上还要那个搞一个帅气的发型啊？真不好意思。伤心的人们穿越了彷徨后才能见。OK, beautiful. 好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再见，谢谢大家哟，把这个整理一下。